经由那个非常光碟的记者会之完了，那会所就马上拆我的家，拆我的土地，将近100坪，这样有公道吗？你是不是你陈局要执行公权力？你是不是要透过法院用强制执行命令？那土地现在都有争议。 你凭什么就来强拆民？可不可以请你们先说起来？你们到别的地方去抗争？我的社区不是让你们来乱就来乱。那我们的房子也不是让你们来乱就来乱，我们开那我们的庄稼，你怎么会在你找不到我们的地方？这里是我的，我不准你们这样来。别的地方也是我们的，你来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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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都有跟你讲啥？就是安尼哦，前一天咧透风落雨，敢唔知影无天理啊伊啊？台湾无天理啊啦！你当咩照假？我知拜六礼拜，拜六礼拜叫会当手的去拆我的厝，拆我的土地，这够够领导啊！你够想我有厝无？啊无，我打仗我搁底下过厝，我逐工过来提心吊胆。不是没有意见哦。我即摆我来讲，我拄仔已经来讲啊。我请阮李秘书来讲嘛。哦。咁有需要接受恁安尼搞阮乱啊？我即摆安尼是搞你乱啊。对不对？你袂得。那我今日好干啦无？啊。你单局的团队是安尼。单局的团队就是咯，这个酒单嘛。我唔是三人的团队。我是我林德利李明，李明选我出来，我专门来维护伊的管理。哎呀。紧张的无？你则紧张啊？你则紧张创啊啦？这不是紧张唔紧张的问题。五年的车都比阮较大声啦。这不是什么话问题。啊，你唔忙，你唔忙，那么。你是红卫兵啦，你甲伊在伊的议员同款啦。啊，你变哪想？你变哪想嘛是你的代志啊。好啦，这无你的代志啦。我讲了，我这不是无我的代志，钱啊无我的代志，你我的所在钱啊无我的代志。啊，无你即摆意思，即摆是啊啦。你的所在是恁的代志啊。今仔日意思，阮的厝，阮的地，你又会拗伊呢？这是我的社区，钱啊无我的代志。我代无钱，送袂来遮。你我的社区就是我的户口，啊！你若认为讲我有完全啊，我有完全，我要清楚，我有完全，我要清楚，会使未？你做你清楚不要紧啦，我有完全要清楚，会使未？你清楚，做你清楚啊！你公部门清楚啊！靠人要拜六时啊，拆人的厝，拆人的地啊！你拜六时啊，你我只叉叉笑，让人心服口服，对不？你讲的是林权的市长，啊做的结果后壁做的拢是一挂狗屁拉倒的代志，安尼才会信服啦。但是各位媒体朋友，恁做一下公道的。各位媒体朋友好，我是现场总指挥林志宇。我刚刚来到这里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就先被六个警察抬走，压到旁边，压在地上。那我简单说明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理由。我们国泰市场自救会今天来到这边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昨天在我们开完非常光碟记者会之后，无预警的遭到农业局的政治清算。当晚就来拆除林姓地主的房子，所幸是未遂。最后我在这里重申自救会的两大诉求：第一，安置；第二，暂缓争议个案。最后我在这边，我们呼一个口号来结束这场记者会：陈局偷袭，陈局偷袭，人民反击，人民反击，财物毁地，财物毁地，出来回应，出来回应。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前来采访，谢谢。谢谢你们，感恩。